先录这个哈、哦，它的个位数的和是五的两位数偶数有多少个？是吧？这个题目在念多念里面，个位数的和是五。个位这个个不是这个个啊、哦，这个个不是这个个啊、哦，就两个位数的两位数就两个个位数的和是五的两位数偶数有多少个？这个个位是不等于这个个位哦，啊、哦，表示这个有十，有十位跟个位两位哈、哦。那偶数呢，就是后面是零二四六，零二四六的八的数，对不对？偶数和呢，就这两个加起来哈、哦，像五加零等于五，三加二等于五，一加四等于五。那这个六呢，它前面不可能嘛哈、哦，那不能等于八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八也不可能。所以呢，这个数就是五十。你看，五十的是偶数，是两位数，和是五，三十二，十四。所以呢，是三个，是五十、三十二跟十四这三个。